们要欢迎洪佩瑜带来的 Endless Story， 那么是日文歌曲，我们欢迎洪佩瑜。佩瑜要告诉我们，今天造型是，我是 cosplay 那个娜娜电影里面的雷娜这个角色。对，因为这个跟这个电影的连结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其实你今天上来的时候，因为很漂亮，因为你穿那个衣服看起来跟你平常的样子很不一样，所以其实，在台上看起来是有一些惊喜的。那唱得非常好，甚至我觉得比原唱还要来得好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这是娜娜里面会唱歌的角色，那么到底可以拿下多少分数呢？刚刚评审一直讲说唱得比原主唱更好哦。是的，分谢谢老师，恭喜过关，谢谢佩瑜。